老师跟体育老师继而这堂课要上数学课啊。哦，看黑板啊，看我干嘛？看我干嘛？我脸上有字是不是？同学，这题我讲过。送分题也错，伸出来再高一点，举这么高我要怎么打？又是你们到底要讲几遍？输了，打你们我心也很痛。老师有喜欢打人吗？你们逼我的嘛。刚教的那几个错了。看我这边要看哪里？同学，你看外面干嘛？外面有蔡依林啊！蔡依林在这里。看黑板啊！看我干嘛？看我干嘛？我脸上有字是不是？同学，那老师不会叫啊？整齐一点。老师好。同学，看我这边，我只要你们看我，有很难吗？你们看我一眼，有很难吗？好，那个老师跟体育老师继而这堂课要上数学课啊。同学，我跟音乐老师继而这堂课自己上物理。同学，我和家珍老师继而这堂这节上化学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很讨厌我，但是以后你们就会很感激我。来，心静下来，心静才会自然凉。之后每一节下课，我们都要先打坐五分钟来冥想，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很好。呼吸，哎，同学，眼睛闭起来，不要偷看。同学，不要再谈恋爱了。同学，不要再睡了。同学，你不要再拖了好不好？算老师，拜托你不要再拖了。同学，你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？同学，你们不要再讲话了。好啊，不读书是不是？那就去玩 TikTok 啊，看你们有办法玩出名。各位同学，如果有什么心事都可以跟老师说，如果害羞不敢说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写信给老师，老师都会看。果然我的热情还是感动得到这些学生。漠视不管。迄个时阵，诸葛亮就出一招空城计，来城门，对城门来，伊就伫城门顶管端伊个剑。了后，这司马懿伊就惊到，伊才落干，来出去，嘿，落干出去。听说Judy老师在网络上业配超多的。来上课，干嘛突然？人生躲不掉的事这么多，既然躲不掉，那就来吧。发考卷。下一堂课，老师请大家喝珍珠奶茶。老师，你不是应该喝？很好笑吗？你觉得很好笑吗？有事情我们就跟白金说，白金一定会听我们班呐、啊。老师，下一堂课请大家吃香肠哈。老师，你不是应该吃了？你觉得很好笑吗？来，你出来。I'm so sorry, guys. I'm late. Take out your book, everybody. Hi, guys. Good morning, everyone. 这张课本拿出来。诗选自《爱的二十四则运算》，童话儿童文学题材之一，文字生动浅显，
富于想象，多采用夸张。来，听老师这边好。那因为老师暑假的时候出车祸，那你们就是不用特别关注我这边，不要看我的脸，没关系。跳脱语言形式，算命的就跟我说过，我带你们这班，我会很辛苦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今天是你们的健康教育代课老师 ，Sex Education， you know？ 有点热，你们感觉热吗 ？It's hot, right？ 如果热的话，衣服可以脱掉，像我这样子，自由自在 ，It's okay 。同学。同学，来吧！同学，来吧啦！同学，来，我们进度落后，课本全部给我拿出来！同学，快点，课本拿出来！进度，落后了，快点，进度，赶上啊！落后，你跟上我们，你跟上大家！同学，你们人生已经落后了！哇，老师，你这个真的好漂亮，你真的很会穿搭哎！生命是不断的连接，透过连接不断的扩张。醒来吧，同学，跟我一起醒来吧。同学，复习课本打开。常委员孙礼，木工人长官，在收费，听不到。可以安静一点吗？明代以八股文取势，这种体制的形式固定，加上明代文。明天展回啊，是否？是。这次哈、跟你们师长一起去泡温泉，唉，真的跟日本还是差很多啊。日本那种裸汤上面有点离题了，我们继续哈。看这个课不讲，不能讲一半了，老师讲。不要啦，离题了啦。讲完啦。那只讲一点点哦。你知道泡在那个汤里面的感觉，就是上冷下热的感觉。那时候你们身上就很温柔的接那个雪，你知道那个雪花一碰到手直接融化，哇，好浪漫。他接了好几个给我。热带季风气候。分布于南亚、台湾南部、亚湾沿。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热带季风气候，哦，分为那个地形降水哈，然后哦，气旋降水呢就是。地形降水呢，就大家先看自己看一下课本哈。我十分钟后回来考试。同学，今天很热哈，大家忍耐一下。映入了释迦佛的眼帘。这龟兔赛跑的奖品呢，就是一箱红萝卜。这个兔子呢，就在路边呢挣到红萝卜啊，就这样挣，觉得因为这长条形的嘛，所以他就必须从右边然后这样挣到左边。我就觉得那个头其实那个味道的滋味很特别，因为乌龟可能在上面加了一些味道。我帮你把场子暖好了。
来，同学们改考卷啊，我们往后传一个，然后最后一排传到第一排来。来，我们统一前面的同学往后传，最后一排拿到最前面。好，来，同学听好，左右交换，再左右交换。好，听好，再左右交换。横的第一排跟最后一排交换，中间的二跟三交换，那第一排再跟第三排换。最后再一起往后传一个同学，最后一排再拿到第一排交换，爽。我真的很爱他。老师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我已经跟着你从上一间学校转来这一间，跟我妈大吵，你知道吗？全校这么多老师，为什么你偏偏就是喜欢他？你看清楚自己了吗？你看到？就是他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渣男。说实在的啦，你们老师之间的事也不关我的事，但是你今天动到是我们家班导，我就跟你势不两立啦。我跟你讲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你也不用在这边骚扰我了。哦，他今天在那边跟你哭，明天还是会来找我啊。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你是不是男人啊？好啊，要这样是不是？反正我还有一年才毕业。你就不要让我在走廊上遇到你，渣男！不送了。老师，他流鼻血了。现在怎样？教室笑得开太多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方生敏，带他去保健室。李先生，又是你，全班最吵，永远都是你。今天教大家几个单字哦，等等哈，就李 Peter Apple 老师好不好 ？Picture 怎么记耶？照片里面呢，你就想象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猪啊，猪怎么样会笑 ？Picture，excuse，excuse 好不好记 ？Ambulance， 我们去北极好冷，啊没有穿外套的话 ，Ambulance 就很冷，很冷就会死掉，你叫怎么样？叫救护车 ，language。你们有一个那个 YouTuber 在当那个议员，叫什么？瓜吉。啊，这个议员如果当得很烂的话，我们就叫他 language。